阮爸拢会亲嘴答应我，当然准生啊！恁孙家、恁爸爸、恁阿姐欠我，敢会当心害我？不过伊已经予大汉赶出去了啦。哈？哎，阿公，你是要这么生气啊？你是听我解释一下？是要解释啥啦？受我那个代价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要叫我赶出去？是不是事先来先甲我讲一下？你若是要爱村头子啊，赶紧有心，那呢你就需要我。大爷，你都别讲啥啊！小花，真正是你，你哪会这么乖，拢嘛来小吹啦？公公，总算是成功了，我今麦真正过了，足幸福，足幸福。啊，你真是不是常常在念？念讲迄阿娘一个人人歹，鬼看到都走去避，人阁未变巧。我今嘛真正希望自己伙仔会当安安把做伙就好啊。迄足简单啊，阮爸爸有一间公司，需要足侪人甲伊斗相共的。我会使请我爸爸给你阿舅烤肉啊。真的吗？有倒一个头家要治你这种司机啊！拄食迄个查甫，做成阿姑，较早熟识一个人呢。你来对我哪只提出要求啊？你袂感觉家己受过超过啊？迄是因为你无在场，你拢无听到顶下这是安怎在搞考试，安怎在搞侮辱？恁孙家又搁要安怎侮辱我？又搁要拍算安怎破坏我甲卢冠的感情？你对你家己无信心，哪只卖办婚礼啊？真青春，流逝的岁月还不回。Thank you.